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啊。听小伙伴说开拓者很好用，我专门斥巨资做了一把。总的来说确实挺好用，60发的弹夹特别适合咱们手残党。对比朱梅，它还是差了很多。朱梅技能的高射速，开拓者完全比不了。唯一的优势就是它的高弹夹。所以说咱们要配合来用，先用朱梅打一套，要是打不死对手再切成开拓者，不会说打到一半就换弹。前面有个残血，看我把它收了。你还想要捡漏？没事，还有一个呢，这个我必须收了。哎，这人跑哪去了？蛋糕没吃着，还来个满血的，看来你是要待在这儿了。我去，这老六，好处全让他给占了。刚吐过这块肥肉。你这个运气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也给我留下来吧。可惜了，要是多点血，我感觉我可以打得过。这个人不打我，我就不打他了。咱们一起吸收红钻。来了个小橘的，还是个武士。后面有个老六放冷枪，先把这个老家伙送了。时间到，直接淘汰了。刚才那个小伙伴也不知道咋样了，要不然跟他组个队，多少有个伴。先手还是用蜘蛛弓舒服点，之后再用开拓者收割。这家伙被我吓得不敢出来了。嘿嘿，金柱还不是我了，可惜了，最后才拿个亚军。第五轮刚开始他就拿了3000个红钻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